偷偷是盖伊最近呢，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情侣以及夫妻的双人健身训练动作，令我心生好奇。不晓得这些动作除了华丽之外呢，是否有实质的健身效果？今天呢，邀请到我的一日健身伴侣，反骨的团员艾瑞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Harry。哇，瑞斯，欢迎！知道今天要来干嘛吗？我知道是情侣健身吗？没错，我今天呢，挑选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没有了。今天呢，就我挑选十个动作，要来跟你做双人的挑战。前面三个是静态的，我们先暖身开始。好。然后后面有七个是动态的，非常考验我们的肌力、耐力、协调、核心稳定度。OK。艾瑞斯，我看他的 Instagram 有健身的习惯，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成功挑战蛮多个项目。哎，那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如果失败了。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好，因为今天这是双人的训练动作，所以很有可能是我的问题。我力量可能可以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协调的动作跟柔软度的动作，这不好说。好，今天呢，蔡老师就是担任一个小小纠察员的角色，他会在旁边看我们有没有确实做到这个动作，可能维持个三秒钟之后才算成功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公布第一个动作喽！好，噔噔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入门款。我们今天有分阶哦，一到十，从简单到困难。我们先来试试水温。好。盖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我们要挑战第一个动作。来喽！哦。药师在旁边纠察动作。那我要上去喽。可以。走上来吧。哎，我怕我很重哎。不要。嘉一很 man 的，你确定？我很怕这么重耶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。哦，哎，这个还原度是不是？可以吗？这样有轻松吗？有100趴，一百趴，二，可以，三，3秒钟了吧？三秒钟，耶！可以下来了吧？可以下来，小心小心。哇，太，这是太简单了。对，这是第一关嘛，完全没有重量哎。我48公斤。你有48哦？对，有40。觉得你好壮。多说一点。还有什么？这个脸哦，好硬。他平常是拍片都是一个死脸。我现在挑第二个动作。哦，会手牵手哎。哎，对，这个手指头会扣在一起。是肥动作。我们要那个实验的精神，手要先扣在一起。你的手粗粗的耶。粗粗的。我要粗糙的粗。而且我出门前才剪过指甲。男生一定要剪指甲。对。女生很注。会细菌感染，细菌又卫生。好，来，我们先右脚进来，好，然后伸起来。哇！这动作好难啊！这个男女之间的张力。哇！可以了吗？这腿肌肌肉，这个勉强啊，可以。哎，这哎，你觉得这个训练的困难点在哪？柔软度。腿会有点紧啊，然后真的一定要剪指甲，对，因为这样子两个扣在一起，真的会过。我有剪。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第三个有点华丽，长这样。哇塞，那我这边有人拉着我吗？没有。就是，而且你要比一个。为什么是3？哎，这样我要很信任你哦，你要把我拉住，你一放手我就直接崩开。对，建立那个彼此间的信任感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危险，我绝对保障你的安全。哇，对，你好 man 哦。交给我，我先双手踏下去。好，然后把你的脚托好，你这里要勾起来，你要勾起来，就是用力这样勾，然后你要自己靠这只脚撑着顶着我的脚，然后起来。你重心要往前倒，要整个往前倒。你要觉得，那你在哪用力啦？我超用力。啊！对，加油！对，好，加油！保持。另外一手呢？没有，靠另外一只手，你要全靠你的核心。哇塞！可以啊，你很轻啊。那你再用力，我会比较好。那我觉得可以，我卡了十次。哎呦！一，手伸高一点。三。哇！这画面美的我不敢看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成功！哇！可以。哇！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，挑战三个项目。核心要蛮强的，对，你应该觉得你的下背撑着应该蛮强。对，因为我刚刚左右手不分，可是伸对手以后就找得到平衡点了。
我跟蔡老师唯一试过的动作就是这个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选动作，我怕这有点太不会不会。然后他超重，静态的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七个动态动作。好，第四个动作就是长这样。哦，我要推你，对对对，你要腿推我。完了完了，我们挑战五下就好了。如果我不够力的话，你会直接跌倒，对不对？我不怕跌倒，但是我怕撞到你。那我们试看看。好。然后脚要伸起来。等一下。哇，这个哇塞！咬我顶着。可以。好，你要来吧。真的直接开始了吗？直接来吧。好，预备备，起。可以做八下。你说离心的时候慢一点，这样吗？对，下去的时候慢一点。对不起，四，这样你才不会害怕。不是，这样你比较有练到。哦。对，七次是太快，我真的有点怕。五。哦。就最后一下，好，五下了吗？对，我们五下。我们挑战八下好了啦。耶。七。哦。最后一下。耶！不是随便讲讲的，真的有练。Come on， 这个腿，come on， 打铁撑的下一个第五个动作。哇，这个动作，哇，这个。可是这样会不会顶到哎？顶到不会，我。对，你选这什么会顶到的动作？不是，我会尽量保持心情平静，好不好？我尽量不要让你顶到。对。可以信任我吗 ？OK， 我信任。好。那我们就试看看这动作。这动作就是要撑在我的手上之后，抬腿训练你的下腹。我这样脚会撞到你。踢到比较会是个问题，踢到这倒是还好。他怕。好，我稍微这样。不会。认真哦，一。有。好。一。膝盖碰到肚子。怀疑你这个表情。不是。好香哦！不是你不要用你的脚摩擦我的大腿，你脚要往前伸，你这样哇，难怪你这样。香，可以了，哇，成功了，哇，不简单。我觉得动作好变态。不是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不用脚不用往后勾，是往前。第六个动作，看，哦，你的下腹跟腿前侧会比较酸，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肌力，才可以把自己吊在半空中，背对着我，然后手先给我，这样，对，然后你自己慢慢蹲下去之后，把手伸直，对，然后慢慢自己把脚离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直接开始了，对，直接开始。所以是这样子咯。对，然后脚打水，八秒钟哦。一啊，怎么撑啊？你的核心要用力。那我会弯曲可以吗？可以。要滑一下。哈哈。他打水那种，对，就是弯曲型的。我失败了。你觉得问题出在哪？出在我。不是，我是说你觉得。你哪边的肌力会比较不够做这个动作？就我没有办法伸直哎，因为你的那个下腹就不够力，对，腹肌不够力。哇！第七个动作，这动作就训练你的三头肌哦。所以等一下你会把脚放在背景上面，这动作呢，艾瑞斯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没问题，我就撑着就好了。没问题，交给你了，放在我身上。那我的手的话是要撑在身，他是对你先撑着我之后，不一定，可以，你想摸哪就摸哪，摸屁股可以。我上去。该怪无言的，但是又爽的。没有，完全是。然后这样子也是往下沉，对，哦。二。然后做个八下哦。三。四八好 ，OK， 怎么感觉没什么难度啊？耶！我
蛮强的，会是三头肌发达的。不知不觉七个动作完成。对啊，八个，七个。所以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什么？这叫快乐的时光总是特别快。真的，怎么一下就已经完成70%了？这样我觉得男朋友一定要找会健身的，他才可以跟我一起运动。听到了没有？这不是我讲的。很棒哎！这一集都好爽啊，这里。不行，不能太爽，我现在开始要 poker face， 不然大家一定会在下面留言酸我说，这盖又在自肥。他们都留言说看到盖伊这么爽，我就不爽了。对，看到我爽，他们就不爽。我希望男生是可以教我一些姿势的 ，pose 一些姿势，一些姿势，或者是 knowledge 知识也可以。OK， 健身房知识，你们教我这样子。听到没有？这里跟这里都很重要。对。第八个动作。可是这个的话，这个主要是。你要控制你的核心，稳定自己的身体，这主要是给我练胸肌用的。对，但是这个有个关键，就是你在上面你越稳，我会越轻松。你先坐上来，夹好之后我再起来，夹住话筒。那我是要做背部吗？对，可以。对，那你等着。那我的脚，你不要闻哦。我闭气做完八下。好，来了。嗯，我手是这样。对，你可以学那种这样。好，我们来做八个。好。1、2、7。可以再加嘛？八个。八，好了。八个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十一、十二。还有几个？还有十二。还有四个。15、16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好厉害啊！加一，香吗？好崇拜！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实，香的。耶，达成八个，我九跟十跳动作真的我自己觉得蛮难的，非常有挑战性，好紧张哦。但是我相信挑战成功之后，彼此的距离可以再拉近一点。哦，我来试看看。这应该会十个把妹招数吧？没有，一个，就是一个把妹招数包含十个动作。你有办法跟你的另一半完成这十个动作，应该成功机会大一点。第九个动作怎么样？这个就是要趁机吃豆腐的动作哎。盖伊，你怎么选这个？就是要搂腰腰啊。怎么样？我就是要不是。这不是搂腰腰，我们要讲的专业一点。这是撑着你的髋，你要自己靠你的腰核心稳定。这个就是吃豆腐。我听起来好专业哦。就是吃豆腐。是吃豆腐吗？是。该吃的也都吃了。我想要知道，店员盖伊平常都是这样子，就是讲讲假沙瓦工吗？啊，对，你们女生朋友都讲，没有，我都是高调的，我都是直接拍给大家看。那你女生朋友多吗？很少。这种事情是重质不重量。我要整个坦在他身上。对，你就坦在我身上。好。你要脚一下要跨过，然后把你的髋交给我。对。你在某种体会。不会，不要。啊，好难看啊！我不看。那我要。再眼睛闭起来，你要闭起来。那我要干嘛？不是，你要把穿给我，我会撑着你的穿这边。这样。对。那你脚往上。对，你的脚可以先放在我膝盖上，你可能要往上一点，不然我这样不好。这样。然后再怎么抢？然后回起来之后，你整个双盘。你核心要用力。我只要用力。你的脚要对。哦，你脚包起来，你这样重心会跑掉。多到这。好，男女纠察队。好。八秒。八秒，可以。膝盖歪掉，别往下掉。可以。哇，这第一个就赢了。就是想要你失败。盖伊，对，盖伊，你这个安排，我布这个局布了2年8个月，终于让我拍到一次这么舒服的片，叠成一坨。叠成一坨，掉下来就没力了。最后一个动作嘞，
我们连第九个都 easy peasy 耶。对。piece of cake 太简单了。好。好，我们要挑战第十个，就是感觉像是两个人在空中踩三轮车这样。同手同脚。你说右手就是？对，同边往前。这个动作在国外，他们是找了好几对夫妻，然后来做这个动作，然后没有一对夫妻是做得起来，所以他们直接六九，直接六九这样。直接六，对，直接六九，他们。哇，突然讲一个六九的部分，对啊，这个开始让我没有办法平静的。女生如果手一松下，就下去就，就弄到，直接砍路，对，直接镶进去。他到底在讲什么？就是他们找了几对夫妻来试这个动作，但没有人做起，所以他们就分段训练。嗯，第一个训练核心，然后再训练肩膀的稳定度，等于说他们训练了一个月之后才来挑战这个动作，然后他们才成功。所以这动作其实不是一般人就有办法做起，除非你本来训练肌耐力或肌力就很好。所以该你说等一下有高肌力会六九，等一下如果支撑不好直接砍路。对，哇塞，对，哇塞，好，然后哦，我也接入。在这里吗？你要抓他的脚，对对对，你要这。确定这里吗？对对，再抓上，对对，抓上。这边是对，抓比较细的。这里。好，然后再慢慢跪下去，趴下去，对，慢慢趴。对。哇，这其实还蛮难的哦。然后撑起来，手你的手也要撑直哦。有我。好，我们先从右边开始往前。一、二。左边对。二。三。哇，好厉害啊！三。五。四。五。记得换气，让核心稳定。八，好，可以，撑着，对，进了，耶，耶 ，nice， 第一次，一样是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这样表现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，很棒哦，超强哦，超强，超强，好好玩哦，我也觉得很好玩哎，这企划应该可以拍上下集吧？我回去再找十个动作，他吗？乐趣下降，乐趣下降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这个是不在成功这些动作，是在于你是跟谁一起完成这个挑战，很重要。我觉得这样有感觉升温，有吗？就是应该说是一个挑战的过程。对对对。就如果两个人伴侣或情侣或夫妻挑战成功几个项目之后，可能慢慢的彼此关系会比较接近。哇，艾瑞斯今天十个动作，我们好像成功了八个。对对对。八个。哎，是感觉全部都成功了吧？对，有些动作可能做的不是那么标准，但基本上都算是有成功。那今天这几个动作，你们觉得哪个动作？特别有感觉。我觉得最难的真的是你这样抓住我的手，然后我要这样踢腿的那一个。你要靠着很强的核心，把你的下肢直接抬起来。对，我觉得这难度应该是。反倒是我们第十个动作竟然第一次就成功。对对对对对。太神奇了。因为你力气很大 ，man。哦，再说一次。你超 man 的。哇哇。艾瑞斯，那我问你，你这十个动作里面，你今天最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后一个，就是那个。哦，为什么？喜欢这么特别复杂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需要默契的，而且你的视角是直接可以看到我的屁股。我很想认真看一下，嗯，对，但是我刚好顶上有一个 starlight， 太可惜了，下次拍片的时候把那个拆掉，一个背光，我看到都是屁股的剪影，只是今天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。哎，你这样子那么 man， 然后可能交不到女朋友。我觉得男生在健身的时候有一种魅力，比如说你这样举起来，可以看到哇，你这个男人是那种雄性，散发光芒这样子。所以你是野心派的。我喜欢这种，就是比较 man 一点。比较 man 一点。对，我比较喜欢有一点线条的。这样是有一点线条。因为我如果出去遇到坏人，你要很有线条，非常有线条，你是可以保护我，然后可以打坏人的、啊。你不能，我还要保护你这样子。对，盖伊可以打坏人。可以可以。打得过吗？只在练格斗。改天再教大家几招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哇，这个挑战真的是太棒了！大家然后去多 follow 艾瑞斯多一点的话呢，他有自己个人的 YouTube 频道，有很多很好看的影片，还有他个人的 Instagram，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。这个我都附在这边。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健人盖伊，艾瑞斯，下次见，拜拜。